蜂蜜有没有上去了？蜂蜜上了吗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帮我看一下蜂蜜上了没有？蜂蜜上了没有？阿洛，你那那个叫什么贝好，贝母那个什么，我也给我一点呗，我也想要一点。你因要为，什么药？你要？你觉得我会给你吗？我来慢慢，可以吧？我不会给你的，不会给你的。好，我上了是吧？那你们想现要在一赶点。紧抢啊，赶紧抢！等会抢不到的就不要怪我了啊，不要怪我了，因为等会蜂蜜是这样的，那是原生态是这样的啊，取出来是这样的，过滤的时候，哎，爷爷，上次我们那一瓶我那个，我用那个菌心过滤之后。过滤完了，它就是整瓶一整瓶，你看它是这样的，一瓶，对，89米啊，89米，然后1斤刚好1斤，我这个我自己拿去街上卖的话，就是90米啊，90米1斤，但是我也反正卖给他们也是卖嘛，反正我给你们也是给，对不对？那我还不如给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呢，对不对？然后来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要的话赶紧去抢，赶紧去弄啊，赶紧去弄。然后明天全部，包括刚才那个贝母和这个蜜蜂，全部明天去给你们发货啊，明天去给你们发货。谢谢哥哥，谢谢那个袁碧啊，谢谢。然后你们要的，其实这两个也可以加在一起喝的，效果会更好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平常我们也自己也会喝的，对不对？你把它买了，然后就对正能量，帮我打一个正能量啊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自己平常也会买的，对不对？买了这个，我们这种野生蜂蜜是大山里面采取的，然后这是我爷爷，我爷爷自己，那我估爷计爷这自两己口的，就可以扔了，对，可以发给蜂蜜。我爷爷自己养的，然后。你们买了20年20年，放了很久的，会越来越好，它不会坏的。你们放心吃，放心喝，反正没事的，这个是很好的。你们到时候拿到了，你们觉得好不好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好的话，下一次还阿洛有没有还有没有蜜蜂都不在，还可以问我。不好的话，你就直接，哎呀，反正不要了，这个人不可以，对不对？阿洛，你那个然贝后。母也给我一点呗，因为我爸爸也是那个，他喉咙也痛得很，然后那个他那个胃也是老是大晚上的时候痛，那个胃也是。然后哥哥姐姐们来，我再给我爷爷倒点水，不然的话他一直坐在这里有点渴。我给再给爷爷倒点水啊。再给爷爷倒点水，不然他坐着有点干渴，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个嘛。身体就不好嘛，他还这样的话就，因为我在做直播，我说不能那个，然后他就有点渴的。啊，爷爷，我这边都上麻烦了。我不会给的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怎么可能给他嘛？他这种人。阿洛，你就给我一点嘛，有一点我想给我爸也买一点给他喝一下，看看他你自己去买呀，怎么你样。找我干什么呀？那你去找王飞哥呀，这个又不是我卖的，对不对？他找他的话，我找他的话，我宁愿不买他的话。阿洛，你就给我一点嘛，给我一点，然后你看你也知道我爸他以前那个胃已经疼了好几年了。疼了好几年，你要给王峰哥讲，又不是我的，你真的是好搞笑，又不是我在卖。我爷叫，没怎么搞，那生的啥长的什么，那时候是这样说的呀。对呀，我爷爷都就骂他，是骂都骂不走。我爷爷说，真的是太不要脸了，我的妈呀，他怎么会有这种人？我爷爷说，刚才我用扫把扫他，他又赶回来了。然后我今天我在我爷爷说，我今天我在我看他怎么来。你让他坐着，我看他能干出什么。
然后我也没说，我就是让他坐坐着，我看他干什么。俺老婆，你们两个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你爷爷来跑来也跑来，你跑来也完子了嘛？哎呀，是吧？你先问我。爷爷，爷爷，哎呀，你的手不要放在我爷爷身上。俺老婆，我们。你真的是疯，神经病。我那我肯定会好好对俺老的爷爷。那不然那他们那就坑不了我，你滚多少去呢？哪个牛说？哎呀，太烦了那。我爷爷说：“你又不是狗，你干嘛死皮赖脸赖着回我家阿洛这里？”真不说他了，他还在这里死皮赖死，脸皮厚，对，像高皮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有一句话叫什么？高皮要高什么？哦，狗皮要高是吧？还是什么来着？像那个药膏一样的贴在我们家了嘛？我爷爷这样说的，但还在。哦，对，狗皮药膏，对，真的是。你那个被我这。哎呀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给我一点点嘛，就只要一点点嘛。你觉得我会给你吗？如果你，我觉得你心肠好一点，人好一点，我可能都不会让你来买，我可能都会分一半给你的。但是你是那种，真的，我把这个给你了，明天你又忘分一。不知道又啊要，不知道又出什么幺蛾子来对我和我爷爷。我爷爷这个人是心肠好，所以就很多事情他都不计较。像别人那种的话，肯定要打起来，早就打起来，早就那种。但是我爷爷的话，他心态好嘛，哎呀，他就觉得嘛没什么。对，如果我就是娶不得姑姑嘛，就是我爷爷的儿媳妇嘛，就是我后妈嘛。所以我爷爷很多很多事情都考虑到我爸爸，他就没有那种像别人一样那种，哎呀，心太坏，真的，他没有那种习惯啊，真的。跟你不是不也跟那鼻子怎么了也去吧，那鼻子那么老实，下面给你那好嘞，脸皮厚他。你皮厚的呢，真的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来给我点点赞，怎么赞都没有了？那哥哥阿姨姐姐叔叔们怎么都没有赞了呢？给我点点赞好不好？我害怕又关播了，因为刚才我拿扫把的时候，这边官方已经提示我了，好像什么什么的那种，我害怕又关播了，给我点点赞好不好？然后谢谢关注了主播的啊，谢谢关注了主播的。什么那个关注主播那个，谢谢关注阿洛的啊！今天你们关注了我的，还有加入粉丝灯牌的，我在这边我的谁谁谁我看得一清二楚的，还有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对这给我打一波正能量，对，哦，你看又，好，官方叔叔我错了啊，只要说轻轻一说他都会那个的，我都不敢说话了，怎么办？哥哥阿姨姐姐叔叔买了，把赞给我点一下，去吧。哎，你不要能听见的，你赶紧回去了，真的，我和我爷爷一点都不欢迎你。哎呀，那么老实啊，搞那么老就得像你们那样。阿罗啊，爷爷，哎，咱们就别这样子了，别对不对？你赶紧走吧，然后你可以走了，你不要在这里。我和我爷爷也等会儿那个了，你刚才要蜂蜜的，你们抢完了吗？还有这个要都要了吗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也就不跟你们什么那种不讲解，因为我这个我都不懂，我都不怎么懂，有可能你们都比我懂，但是这个是我们山上的，这个是你昨天王飞哥是在那边遇到一个人，然后他从那边买过来的，你们要的话赶紧下单，然后这个的是我自家的啊，这个都是我自家的，这个也很好的，这两个加在一起都很好的，都对对对对，问我对，你们想我看一下有没有多少人在想要的，多少人在想要的，因为两个我都在上了的啊，两个我都在上了，然后你们想要的再打个想要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还想要这两个东西，来给我打一下。这样先这样先打那个嘛，先打这个刚才王飞哥的那个嘛，有多少人想要的来扣个一，来有没有那个要的扣个一，来
因为今天我跟王飞哥打了电话，我就是让他们给你一点，反正你们都是我的家人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把好的东西都给，都可以跟你们分享，所以我就跟王飞哥讲了，我就让他弄一点给你们，然后，他是199一百克，是不是？他上面写的是不是199一百克？然后来，你们要的打个一，就13、14要是吧？13、14要是不是？就没有人要的了吗？哦，对，199米，对对对，你们要的，我想要付不了，为什么这样的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重新点进去看一下，把你的地址写好呀，哥哥。孙翻译，你要对不对？你要，那你要对不对？那去拍了，然后只有最后几单了，我就把这些发完就没有了，没有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刚才有那个人也，他说他想要蜂蜜的话，那个蜂蜜我也上了啊。来，我看一下那个要蜂蜜的有多少。这个蜂蜜是我们自己加的，纯的野的，什么都不加的蜂蜜。这个是蜂蜜啊，纯野生的啊，这个是这样的，原来是这样的，但是它是装在罐里。蜂蜜嘛，我们家嘛不加料，对，尤其是干什么的，喜欢加蜂蜜。是的，是的，有些这个是我们自己加的啊，高山的，自己养的。然后你们想要的快去，不然等会儿我也。你们还有蚌埠，来蚌埠，最后两单，你们看一下，有快点抢，最后两单，这个蚌埠只有最后两单了，谁抢的就是谁的了。我也那个，对不？其实我都没有你们懂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就想，刚才不是王飞哥讲了吗？然后有些人他又说要。然后现在真的给你们又说上了，给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有些人他又不买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们赶紧去拍完，然后最后两单，好吗？那我来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给我点赞，然后想要蚌埠的最后两单，你们把它抢了，抢完就没有了。最后两单抢完我就把它下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两单把它抢完我就下了，来，最后两单把它抢完，快点，一直没人抢，来，最后两单啊，最后两单，来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最后两单蚌埠啊，蚌埠，最后两单正能量，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对阿露的支持，真的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来给安露点赞，然后蚌埠最后两单啊，你们去下了，我就把那个蚌埠，我就把蚌埠下了，好不好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，来，老板你们说要吃啥了？你们想要的话现在就要，你等哪就开去哪就说的。那看一看今天我们个人家看觉得他们俩演个我们的演就是演死你，跟他们说话嘛，来，你们需要叫现在说好对，爷爷说你们要的话现在也要，他也不要嘛，不需要，而且就没有了，他的意思就没有了，爷爷说话有点那个啊，可表达能力就汉语没有说的不是很清楚啊，所以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理解一下啊，没有理解一下。爷爷说了，他说你们想要的话就现在买，以后有估计都可能没有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因为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家的，包括蜂蜜也是蜜蜂还是蜂蜜。阿洛，你就给我一点嘛，我不是让你送给我的，我是直接。直接我来。蜂蜜是我们自己加的，但是到时候
过了这个季节就只能等明年了，对，等明年。但是你们可以，你们有些人需就那种需要的啊，需要的你们可以多拍两单，然后放在家里面，时间过得越久，它就会质量都会越好，都这个蜂蜜是很好的。阿伦，你就给我一点吧，我怎么给你一点啊？我干嘛要给你一点？我凭什么要给你一点啊？我不是让你送，我是来买嘛，我是来买。然后你直接给我明天把车拿过来，晚上拿过来给你嘛。哦，明天中午。你觉得我会给你吗？啊？你觉得我会给你吗？啊，这果树村的卡了啊，也是吧？对，人家这边都我又不是让，我又不是喊你送给我，我是来买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准备买点给我爸，我爸你我爸你也知道的嘛，对不对？他那个胃结，去吧，胃结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不要脸，他说他叫我给他一点被母，他上次还偷，今天还怪没正当的向我要了，给他一点。你们说给不给？对，给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给不给？给他一点，他说，我听你们的，来，我听你们的。哥姐，我那是不的，阿罗什么你家的，帮我就讲了。对，不给，你看，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他们都是不给，我也不会给的。说实话，我心里面也不会给的。但是我就还是想问一下你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的意见，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，是一直陪我，从一直我第一次直播到现在是你们一直在陪着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刚才其实我心里面我也不会给，我心里面想着也不会给的，但是我就还是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，对不对？我也想让你们，哎呀，不吃。啊，你吃嘛，这个吧，棒棒糖。不吃。啊。你什么啊？这是，阿罗那边是哪是的呀？你什么啊？真的是好奇怪啊，这种人。你吃嘛。你不要在那里啊！哪有这种人啊？真的，一粒也不给，对我也不会给的。如果他对以前好一点的话啊，你不要这样。我已经给你开好了，你吃你有毒，我害怕你把那个对我害怕你放毒。我害怕你把毒放在里面。阿洛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想我呢？嗯，我再怎么说，我再怎么不好，我可以去害任何人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你。天哪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哎呀，你赶紧走了，不要在这里了。哎呀，你吃吧。啊，我爷爷也不会吃的。来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来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来，刚刚你们有，哎呀。